同学关系低化。本视频由快看漫画 APP 提供，更多精彩连载漫画尽在快看漫画 APP。本视频还由第八字母制作组提供，爱字母，爱生活。如果你能追上我，我就让你嘿咻嘿咻。那个人我在意很久了，他的头发细而密，自来卷，摸起来应该会软软的吧。第一次见到他，阿树，是刚开学不久的某个周一。哎呀，糟糕了，又迟到了，会被扣分的。哎呀，喂，快迟到了，同学要不要上来？啊？哦，好啊，手插包就好了。可要抓牢了啊！没事，你骑吧。红绿灯的时候，下来休息一下。哎，绿灯了，准备上车。哎，被遗忘了，这个粗神经的家伙，我算是记住了。哟，那位同学，不会是在等我吧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把你落下了。哎，完全无法对他生气啊。大概是父亲买了10年彩票只中了10块钱的缘故，高二文理分科，我和阿树竟然分到一个班，我们是同学关系。哟，是你啊？是啊，别笑我呗。嘿嘿，又迟到了，脸跑得这么红。有时候阿树的喘息声有些明显。这家伙是游离的电子吗？怎么时快时慢的？还真是响应号召，大步跟上啊！喂，话说喘气声这么大，该不会是生病了吧？鼻炎？感冒？哮喘？哮喘的话，那不就麻烦了？怎么呼吸氧气都不够啊？最后应急的话，难道需要人工呼吸？好了，大家可以停下了。你咋突然停了呢？不好意思，走神了。你跑步果然是会脸红啊。我也会。不，我们不是因为同一件事。我们这真的关机，但有些什么关机，不懂的关系是不懂。